天而降的你落在我的马背上，你的模样清水般的目光，一丝浅笑让我心发光，低头也不回的你展开你一双翅膀，寻觅着方向，方向在前方，一声叹息将我一生变忘。刚才啊，听了这个贺罗的演唱，给我感觉就是相声演员唱歌啊，他唱的是处理得非常好，哎，声情并茂是啊，我觉得又出一歌星，您看，借您吉言啊，好，唱得好，贺老师，您觉得贺罗唱得怎么样？我觉得声音非常有特点、哎、啊，很个性，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可以唱得好的一个标志。啊，我觉得你在唱歌的路线上可以很认真的考虑一下，成为一个很不错的歌手，而且也很有性格，很男人，还有特点，对对对，很有特点。好，谢谢贺老师。那老师，您觉得贺伦唱的怎么样？提醒警方关注这个选手。好，谢谢大老师。